走到这里，啊叮！无再就站一回，因为要插远，不插远他可能会先手打你两下，不要吵我感，再吵就把你送去猫咖。猫猫，信号屏蔽失败。 嗯，可以，舒服。头发怎么还没长？植发至少得半年开始它才长。干嘛？你干嘛？他这里好像也有野，是不是？我现在脱落期了，头发植上去会掉的。 因为他要重新建立血液循环，冰箱打我，那么刚，头发植上去大多都会直接掉。预判一下，这种E是瞬间反应不过来的，你得有个前提条件去躲，不然你靠反应去躲就躲不掉，你血量一 Q。 啊，这两个头啊 ！Enemy double kill。 人在上路控线，锅从天上来。他用兵线就换了两个头，也还可以。哟，就等他 Q 上来再打。 你的 W 是24秒，我比你快4秒。哎，不对，还有蓝 buff 好像是22秒，反正我比他快，就快那么 0.几秒，几秒钟，1到2秒钟。 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别吵了呀！你吵吵吵，你很烦呀。我干饿，他饿不起，他想出去玩。不要吵我干。但坏人把你抓走，我跟你讲。 把你抓去卖，天天去打工，你知道吧？去猫咖被人家摸，去打工。因为他还有闪，那刚刚干嘛不教我？就为了秀我。 一刀给你剁了，还支援，哼！敢抓虚空怪物，要付出代价。Q 二阶剑气是必死。
先往后再突然往前一个 QE， 那么可能有观众问，那要是 Q 不到怎么办？那就死。<笑>干什么？哎呀，他想出去玩。 打野别来上，不行，你不能去客厅，你毛刀出乱飞，你不能出去。我管他叫啥，他想出去，他想找我妈玩，不给，不给。他想出去客厅玩，你把沙发抓坏了，我跟你讲 ，buff 来揍死。 如果在上海就好了，上海随便让他狂奔，上海围观，家里太难点了。不得不出去取，因为来不及。好可怜哦，不能惯着他。 小可，开大一刀，哎呦，可惜，没注意看视频。我操，你找死兄弟！ 没打死他，不 QE 没 Q 死，可惜了。走了。哟，没助攻，要有助攻就好了。哎呀，烦死了。 不行，不行！一只母猫，母猫，这听得太难受了，跑了。那你等会再进来。他想出去。我操，这么屌！啥都能接受就接受不了猫叫，那我先闭下麦。 别！那你，哎，也行吧。过来吃我先。以前猫晚上叫，白天睡，不会，它只是闹，它想出去。 我刚试图跟我谈判，我刚还卡住，勾着，走走走走走，这打野有病，哎，习惯就好了。有一些就是这样，他想吃这个，他想放闲工撞，我打这个他捡，不然真会撞，不然他真会撞。盾卖了，盾一般八级过后就没什么用了，多兰盾。 给他穿个衣服，毛会不会掉不出来？他会难受的。猫对衣服又没什么，它跟狗不一样。你给他穿衣服，它会很烦。肥企鹅竟然像若干，好痛啊！再试试吧。 二十八滴，我们把输出拉满就行。撞了对线期结束不好压，不是不好压，我现在还可以滚到雪球，就没有必要那么早，知道不？呜，这个野怪这么值钱的呀！我操，暴金币。
这野怪这么值钱吗？我操，好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没干嘛。 你死定了！你闪不闪？我们还可以再滚他一次雪球，赔点豹女 King 是吧？赔是吧？赔是吧？好赔啊！赔，结束了已经。 这还敢回来？生气？不是，他想秀，杀他多少次都不会回。要的就是他认为我运气好。都玩那么几线的年轻人玩游戏都这么刺激，我操！这年轻人，这塔不用推，留着。然后压四级，不要推塔。 不推塔的好处就是他的等级。哈喽。哎，你当我笨？这次我注意到了，有没有注意到防塔的前路？叮叮。 啊！坏，伤害有点不够，送了1000块，我一 Q 他就 Q 了，坏了，没卡好他的 Q 技能，我应该再等一下，这波上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着急，不过还好，好4秒，我操，杀我一下升2次。 他不会还往前推吧？应该不会。完了，死定了！这比我疼多了。三项之力，结束了罪恶的一生，晋级会得志吗？不重要。我操！老拳。 全线碾压了呀！这样全线碾压了，就主要是他拿了2个头回来，他被单杀了就很接受不了，你知道吧？单杀完他回来又卡一波线，然后后面又被宰一次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一切都将崩塌。怎么还玩个这个东西？ 哎，打你个盾！3、2、1，好。他难道不知道这个会被拽回来吗？准备投降，确实，马上就要投降。 没办法，2件，剑魔打剑姬过了一个临界点，剑姬就不好打了。剑姬他也怕高爆发，剑姬其实很怕高爆发，他并不怕那种什么持续伤害，因为他可以打弱点吸血吸回来。我的妈呀！超弹，前后夹击，17个头，消带。 嗯，查个监控。
防御塔表示好好的。我操！我狗逼！哎，大家好！哦，上头。队友给补掉了，隐藏闪，提去上，17分钟三阵，这游戏哪一边下路劣势，基本上就结束了。当然也不是说一定劣势就输，那劣势你得看他抗不抗压呀。因为现在下路他上分比以前容易一点。如果他不抗压摆烂的话，就加上其他路没机会，基本上就是输。基本上就是个输。哎，50，拿下分了，大家怎么玩？